如果你在悉尼，然后天气跟今天一样漂亮，我介绍你上个船去 Manly 海边。我在做行前准备，看要拍哪一些地方的时候，几乎每一个人都跟我说我要去 Manly 海边，在雪里北边的一周很美的沙滩，我觉得它真的太棒了，是我自知旅行的两点之一。去 Manly 最好的方式是搭船，你可以在 Circular Quay 用澳币15块钱买到成人来回的票。在海上航行的时间差不多2到30分钟，我本来很担心会晕船，还好它很平稳，只有一次它晃得比较大力，不过5分钟后就恢复平稳了。到了Manly之后呢，跟着大家走就对了，旁边是一周户外市场，很多商店跟咖啡馆，下船后大概走10分钟左右就会到达海滩。这周沙滩非常漂亮，布满了白色的沙，许多人也选择在这里日光浴。如果你要在沙滩上放松的话，记得一定要擦防晒，实在太毒辣了，可能会被晒到脱皮。这个附近的咖啡店跟餐厅都在沙滩的路上，如果你没找到这么喜欢的地方，我建议你，你可以到渡船口旁边一间叫做 Jetty Bar， 这间酒吧就在水岸边。他们最特别的是葡萄白酒是新鲜的，从酒桶里面直接擦出来的，超好喝。然后Manly的船也很特色，因为它两边都可以走，所以他们就开进来停着，然后人上去可以直接开出去，不用回转。